家好，我是果果朵。今天啊，咱们再次来到这个张家口淮安县。淮安这个地方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自然景观比较丰富。自古就是兵家之地。像古长城了、古堡了、烽火台了，到处都是。今天啊，咱们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张家口淮安县，赵家窑汉墓群。大家看这个汉墓群啊，是张家口目前最大的汉墓群。大家看过我视频都知道，就是在那个山西省就。汉墓群呢，占地是20万平方米。1982年的时候，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墓地呢，总共有34座，其中呢3座的封土堆，已经被平掉了。现在，保存完整的还有31座。在这个汉墓群的西北方向，这儿有一个街台寨，有一个九皇城遗址，当地人就叫九皇城。大家认为啊，这个九皇城，跟这个汉墓群有必然的联系。就是九皇城是那个生居地方，这儿是死葬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墓室上边呢，全是那个小的坟墓，就是当地村民应该是把那个去世的人埋在这儿。这个墓堆上头都有这个，就是好像后来人们的墓都给建到这个大墓上边了啊。啊，就是村里一般都死了都埋这儿了，不说为啥。这为啥要他要都堆的这个建的这个在埋的这个大墓上边？他怎么点儿没？他们底那边儿，他们是不是在底那儿有点光线，就把埋的。啊，这个埋的这个墓上边了啊。啊，我看哪个上面都是啊。这么死的些地方，谁家地方蹦蹦蹦就没了。啊，这个地方他不是说一家人就是没在一块儿。成了，有的是他死。就是死一个，就是哪儿有地方往哪儿埋。哦，这样。我觉得原来是个城，个酒后城，就是也得有个酒窝，估计在那儿住过。哦。汉朝的时候啊。汉朝时候。哦。啊，现在那个遗址还在呢。啊，现在遗址没在了，这块儿就像个防火台了那儿。啊，还有个烽火台了。嗯。哦。是说是这个挖出来有木炭啊。木炭。木炭就是那个棺材与那个。棺材底下还防腐的。啊，防腐的啊，吸湿的那种。嗯。哦。棺材挖小的可厚了。可厚了。他那边掉地坑，他是觉得搁下不敢过了。你也不敢过去啊？怕塌了。我出不来了，一边飞呀。说晚上人们也来这儿了啊，浇地啊，干活啊。我去那时候，咱们就是也走的近，就自个儿转向了。啊，转向了啊。有的灰怎么石头在上面了？石头。啊，石头。哦。啊，咱们走哪儿添加？咱们带多少瓦块子小了？原来。啊，走到那儿能提前碗筷响。是不？怎么也回不了村儿？啊，就是。出不来。喊人了，这看来还一个人不能轻易的来这儿。看来是有点说法啊。有点说法，就我就是，他也添加什么说法声音了。哦，就这个墓群里头。墓所边不明，墓群所边有鬼饭铺，那不叫鬼饭铺了。他是个他也是好像是个过去的饭馆儿。那是一块空地是啥？说这个汉墓群就跟那个九华城有关系，大小是有关系。
关系。就说是那儿死了人，就没到这一块了啊。